首先先把流量卡拿出来，像这样子插进去。 听到有这个声音，然后再把天线旋转进去，然后再装电池。 变蓝灯常亮，变成蓝灯常亮之后，可以放下手机，打开 APP， 点击添加智能设备。 然后再点击添加 4G 设备。等待它的秒数完，这里点击下一步，扫描二维码，自己随便设置，要记住。 第二次输入你前一次输入的返回密码一样的，然后这里选择中国大陆区域，这个密码你可以点起来看一下是不是一样的，确定一样，点击完成，然后点开画面。 这里是可以看到太阳光，它显示正在充电。这边是看到你的 WiFi 信号。